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时国画入门。今天呢咱们接着讲啊，这次呢咱们画一张完整构图的这个琵琶的画法啊。这节课咱们先画一张这个双钩法啊，这个琵琶的画法。还是啊先讲一个小知识，这个宣纸呢您画的时候啊摸一摸这个啊，一边是光的啊，一边是摸着色的啊，这个光的面呀朝上啊，作画的时候啊出来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啊。好，画法跟上一次啊还有颜料用的笔都一样啊。如果不知道具体用什么笔什么颜料，可以去啊咱们看咱们上一次讲课的内容啊。好，这节课呢我们可以边画边讲啊。还是颜料，我准备了三种藤黄、朱标、赭石啊，用到的毛笔还是那几支啊。首先呢我们开始画这个勾出来琵琶这个形啊，拿这个小一点的狼毫笔，这个狼毫笔记着一定是带尖的啊，有笔锋，这样才能够勾出来这个线条。好，调淡墨，调出中等的墨色啊，刮一下。然后打算在这儿呢画一组啊，这组可以多画几颗，先画一颗。这个琵琶要椭圆的啊，葡萄粒儿啊那么大，甚至比葡萄还要大一些啊。又一颗，先画三颗啊，画出一个成品字状的啊，再继续添加，再画一颗单独的，再画，尽量是中锋用笔啊，这个地方添加，添加到这儿，再添半个。好，这一组差不多了。这个边缘处呢可以添半颗，为什么是半颗的，等一下您就知道啊。这个被叶子挡上一些啊，咱们可以画出来一个半，两个半颗的。下面这儿还有一组，同样的方法，先画一颗完整的椭圆形的啊，这儿再画，接着画，不一定啊，画一样大的，有大有小，这都可以的。再画个半颗的，后面我再画。好，这样的话，我这个琵琶已经画完了啊。然后等它干啊，干的时候再染色。现在还没有干的时候呢，咱们画出它的叶子啊，拿这个大的啊这个剃刀笔调，先调出这个中等墨色啊，笔尖上稍微深一点，越往笔根处呢颜色逐渐变浅啊，笔尖上调完之后随时干了就蘸水啊，笔尖上直接蘸浓墨把叶子画出来啊。刚才说了这两颗被挡上了，我就先把它画出来啊，琵琶的叶子先把深的这个叶子给画出来。这个国画呢啊是以墨为主，千万不能缺墨了啊，您肯墨重一点啊都没关系。
好，这两个，然后下面啊也有深的叶，挤着画。好，剩下的画一些淡的叶子，浓淡对比，这张画好看。把这个墨啊洗掉啊，调出来淡墨的颜色，特别浅啊，画出背后的那些或者是远处的一些枇杷叶子。画些浅的叶子啊，可以稍微画小一些，然后这个地方在这个位置再来个小叶子，好，这样的话叶子也画差不多了。然后咱们把这个树枝画出来，这个树枝有粗有细啊，可以先画一些粗的树枝，还是这个笔，还是用画叶子这个大尖毫笔，或者是您再准备一支别的笔都行啊，稍微大一点，淡淡的墨，粗的树枝呢用的墨呢稍微淡一点啊，从这个位置先画出树干来，侧锋用笔从这儿又长一个树枝，先淡淡墨，逐渐的这个树枝变细了，加深一些这个枝，连起来，这些树枝上还可以点上钛点，也可以画些粗糙的树皮啊，这都是可以的。树枝不够粗，边缘还可以加。一边点一边啊，用这个朱墨皴擦这个树枝，点上钛点。这个老枝啊必须让它有这个啊沧桑的感觉。好，树枝呢也就差不多了。下面我们就开始啊把这个果实给连起来。大蓝竹，中等墨色，把它们画上小枝，串联起来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染色了啊。我们染的时候还是用藤黄。准备藤黄、朱标、赭石，排列起来，中等大小的这个啊尖毫笔或者小提头笔都可以。先调藤黄，藤黄的颜色呢太浅啊，画到这个白纸上不容易看得见啊，
所以要加这个朱标啊，让它颜色变暖一些，更加好看。笔尖的深处啊，用赭石来画啊，这样出来增加它的厚重感。好，先画上面这些。挤一下啊，这个藤黄、朱标、赭石，也可以用这个鹅黄色代替这个朱标啊，效果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根据这个量啊不一样，效果都是一样。藤黄、朱标、赭石，接着画。侧锋染啊，您看啊，这个笔不要竖起来，这样侧锋出来之后，这个笔上这个色阶呀，就更好的体现在这个画面上。啊，侧锋染。下面这一组重新调藤黄、朱标、赭石，来一个深一点，这些啊都要细心的染一下背后啊这些地方。好，这样的话啊，这个琵琶果实也染完了。然后呢，点出果旗，这个可以画单颗的这个大的果旗，也可以画四个或者五个的，都可以。画的快就是四个也可以啊，它是由五个组成的，但是我们可以画四个也可以啊，也可以画出来啊，不一定都在里面，露出来里面，这个让它这个就是向上长的这些皮吧。向上长，这个朝这边，这个朝这边，这个朝这边啊，各种方向。但是一组中呢，整体都是朝向一个方向啊，这个是朝下的。好，这样的话琵琶也画完了。最后呢就是勾叶金，直接拿最重的这个墨勾出来啊，这个叶筋要勾长一点，像鱼骨一样，直接从里面伸到外面去啊，有勾的一定要出来，顺便有的果柄啊也把它画出，这个叶柄也把它画出。出来，好，都要勾。重的叶筋勾完之后，笔稍微洗一下，把笔调成中等墨色，或者是偏淡一点的墨，勾这个淡墨的叶筋，
淡艳的夜景。也是同样的方法，只是勾的时候稍微浅一点。好，这个夜金也勾完了啊。这样这幅画已经画完了啊。等待干的时候，可以拿些赭石在这个树的边缘处啊，可以烘托一下，也是可以的啊。行，最后咱们写上字，这张画就完成了啊。提上字，这儿盖个印章，这张画就画完了。好，朋友们，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。以上内容仅供参考。再见。